买的啥呀？这又？这是竹筒饭，尝尝，看看。我们以为你买的双节棍呢。哎呀，你看这竹筒饭，哎，就是饭呐，就是饭，但是应该很好吃。尝一尝吧，不用蘸点啥吗？不用不用。感觉像什么吗？像什么？不带馅儿的粽子。不带馅儿的粽子。嗯。来吧。但是有那个竹子的香味儿。对。真费眼睛。然后真是磨心心。嗯。有点甜。这是什么？小哥，这个竹筒可以留起来当个小盘子使，比如说摆点精致的东西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咋带馅儿的呢？这不一样味儿啊！微微有点甜。嗯。刚才是甜口，这个是咸口的，来，给你尝一口。嗯。